好累啊。对。就不好意思。这个。球主要是太低了，我接过去已经属于运气好了。都赢，我都在这儿踢球，已经在我身后了。你那个球我就是蒙过去了，基本上没弹起来。十五零。现在一记过了，居然破了个对不对？这样的，对，双反根本没办法，单反还有可能够一下。作品我就知道会是这个下场。
你们这儿尽量抽你杯酸。对。我抽杯酸。摔一发，我刚两发失误，不敢发太重了。没事，挺好。四十三十。慢慢来呗，我开始发也不好。对。脚再打出来就没办法了，打上来的话。再打太靠近了。行、嗯。那、嗯。换边对吧？
大太阳的，这么高的球该不该这么打？首发是吧？啊。好球，好球，林书，第30。Video. That was it. I have the video. That's why I put a camera in for talent.这是玩水这个150。
好，行好行。转一个，转了个球在变向，我就我那球踢在边上了就。想反手，后来有点太长了，然后差点没够着，然后就踢到边上。作品。你比几来着？学一个好难啊，我靠。作品，对，刚刚我没接过去嘛。
了山上想削还是想抽过去？三十平，三十平多呢。对，我现在没觉得快。被他们影响了，看他们打好爽。什么情况？你刚刚发的挺稳的。球晚了就往后。我现在一般是容易出界。我一般会动。啊。你刚过了呢。哦。牛逼。来一个。还是背出来就行。这个角度打出来没办法。六十对吗？六十。好。好。来一个啊！好球！出界。不知道之前吸吸球太晚，掉后了就。下面还站着。好球！没有出界，接了好多。不要放水啊！你要把那个门关一下。对。
记了，把你把换边换边说吧，是要换了吗？对，这是你家的，这是我家。这下好，你吧。我是唯一的优势，现在发球现在没有优势。什么？球速也不快，我还准备了很久。或者至少有一个拍子，感觉挺远的，我看也挺远的。因为很低，很快，压不下来。有力，真是地肉。前面带点飞就 对，没有超速。这局和上一局都不应该。
险，不应该选择双手打。十五零。发的也不错，抽的也不错，十五四十。Teach me how to volley. That's the volley, you get the point. Oh, my volley is going to kill myself every single time. I didn't practice that. You don't practice it, you're never going to do it. Just do it. Yeah. 15 holes, I got it. 30-40. You sure have to volley. Okay.
It takes so much effort to hit effort. You gotta think about watching the ball.球还真的，我这个球不知道算不算？哇，对吧？就是年代拍子的。什么？上？上完了。你是问了那个啥吗？从哪里拍？拍了几两下吗？也没几两下，就是不是像一下击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磕牙又磕法。对，好像就那种感觉。对，我待会问问你罗子，从哪里有？ 是吧？对，比五，打一局我觉得是能打一局，嗯，也是。
四十五。 打到网，这是30啊。 这种给我送了不少分。